丢弃这个位置。我操，这里是为搞乱的。然后这时候保存，确定。这一下送一下下，你就随机的中了，可以随机的中了。这个呢？这个不用管吗？不用啊，那不管。这个呢？设置四个。点胶时间都是单点的点胶时间，09嘛，0.09的了。哎呀，算了，不管这个，这个不用改吗？这个一般最后看点胶数量再改吗？真的，一个一点一点做。对啊，移动到。移动。到边上了，然后我就移啊。不能动的话，那个哈。这可以动啊。这怎么能动啊？中间右键。啊，你可以上下左右移，这样动，上下左右也可以，那个键方向键盘键也可以，对，调慢点嘛，那个是速度嘛，就这样子，咱们就这样子，你要放到两个中间，啊，可以，应用，读轴位置，对，应用，确定，可以了，第二点。用到，这行不行？差不多了。啊，这靠里了，太靠里了。你这里是马达线圈嘛？嗯。然后你第一个内圈的环就是喷的中心一个内圈嘛？还有这个白色的这个圈。内圈这不是两个圈吗？嗯，内圈的环要接近那个外圈马达的外圈嘛，内圈嘛，往外走嘛，这样行不行？这样那不行啊，还往里走啊。唉，你这个是点胶的一个中心环嘛，嗯，然后你外面这个圈黑圈是马达的外圈嘛，嗯，内线圈嘛，然后你这个要点胶的位置要接近这个圈，要点到这个圈里，就是认识与那个它的接触面嘛，没错吧？就马达边缘，马达边缘跟那个地方。对对对，然后这时候不就可以了吗？这时候在读轴嘛。读轴应用。对啊。确定。对啊，都可以了。第三点。你如果说你这个点现在偏掉之后，它识别到另外一个点偏掉之后，它就会直接碰到这上面，一定放到中间。一定中间。对啊，这样不中，在中间吗？你这个到这的距离和到这距离相等吗？肯定不等啊。他妈一点点也不行啊。对啊，它本身就一点空间呀、啊。你差一点是没问题的。0 0 OK。No。这个是不是？把它放到最小。This, 一定是最小的位置。0 0 Yes。差不多吧。往上走。这里往这个上面走是这里右键，看到没？这个时候就差不多。这样嘛，真是。走，应用，确定。对啊。不重要。再差不多吗？再往下走。再往外走。再往外走。OK。哦，它自动搞一下，它自动整一下。你的阵列啊，把阵列改一下，改成一和一，设置不要计算，好，直接开始。可以了，看一下简单就好了。